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这个粉刷钻女皇挑战，咱们就以最简单的方法把它过了。首先用三个野蛮人在水罐这里探一下陷阱，把皇家幽灵探出来，然后在防空火箭这里下女王，然后后面跟一个炸弹，然后毒药下在援兵那里，后面跟天使，然后左边兵营这里咱们下上一个投石车，这个时候咱们在右上边这里下一个电龙轻鞭，然后左边一字滑火龙气球，然后是龙骑士，咱们再在前面放上一个狂暴。女皇在进入投石炮射程的时候，咱们给女皇一个狂暴，保住血量，然后在援军出来的时候，在前面再放上一个毒药就可以了。然后上边可以适当的用冰冻去冻一下那几个电塔或者是女皇。然后等到女皇被巨石碑打到以后，咱们首先给狂暴，然后立刻用冰冻冻住她。等冰冻结束，我们可以选择继续冻住它，或者是交一个隐身，直到它打掉巨石碑为止。然后它锁定大本的时候，咱们就可以开大了。好了，那打到这里呢，就只剩下一些收尾的工作了，因为咱们的投石炮还没有爆，里面还有援军。这个时候咱们只要在没有防御的地方下上几个杂兵去清边就好了。好了，那本期挑战就是这样，我是灿磊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妨点关注来个三连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。